并且就即使我这么卡的网，哎，我依然能上分，那说明什么呢？那说明我们是真的狠。如果我们换了网，别人也就玩不了了。敌军还有30秒，碾碎他们！来把剑圣上单呐！全军出击！天使呢？来，在这儿等。教你们一个剑圣啊！有一阵儿我挺喜欢玩的。来，先等他出来。一级的剑圣，我告诉你们是无敌的。先直接出来，一刀，两刀，直接抠，三刀，四刀，五刀。因为这波肯定是打不死，先把抠放了，省着一会儿进塔了。一下，抠上来，砍，致命点燃死了。小伙子，你不讲武德啊！你这个腐败药水回血怎么回事？死了，没事，塔下一样死，直接 A 他一刀，两刀，三刀 Q 死，接闪现砸不死， OK 回家。塔下只要半血以下的人，剑圣二级都是必杀的。你记住啊，先 A 先 A 再 A 一个 Q 死，那个双刀打人特别疼，前期26点真实伤害。这小子刚才吃了个药，他没死。这波先不打了啊！一刀，两刀，先把炮车收了。我操了！你居然敢让我把炮车没收了！不要以为这些小兵哎有点多，我们就会怕他。我们不怕。Q 上来，双刀死。这车没补着，那就杀你吧，小伙子，我也没办法，谁让你不让我补车呢？这波不推了，控一手。把药吃了吧。双刀就可以抠上去，一个平 A， 两个平 A， 三个平 A， 我355，他335，我们如果一直追是能追上他的啊。这波还是塔下杀他，如果能先耗他点血就不开 E 啊。好，这波耗他血，双刀砍一下，死了，塔下杀啊。
这有点过分了呀，这等他先死啊，平 A 念咒，双刀 A 一刀再 A 一刀勾上来，哟，这蜘蛛女皇有点疼，打人他怎么又没死啊？哎，这天使的运气有点好的，他又没死啊。真是有点烦。他不是 W， 他是时间扭曲补药，又没死，回血回上来了。哎，这不行，这我得要过来，我得杀。我二速鞋，你往哪跑？嗯？往哪跑？有些兄弟啊，肯定以为这个天使这波死不了，我们赶紧把线推过去，这波塔下把他杀了，他五级，我们正好有一波能杀他的机会啊。哎呦，这没杀了，不应该。虚区有点低呀，这虚区怎么这么低呢？强攻我估计伤害能够，伤害有点低呀，可能确实攻击力有点少。不好杀了，这小子升六了，现在不好杀了呀。假装去打蟹去了，在这等着蜘蛛，看看这蜘蛛上哪去了啊？是不是在这打蛤蟆？直接抠上来吧。呀，不放大这人行啊？我还寻思这天使有大，我们就别上了，控一波线，塔皮我也不吃了，有机会再吃下波。六个兵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兵，六个兵可以，正好他们家兵线往出推，卡一手。先跑呀，这也能甩死啊，我大意了，我没有闪这波，
我大意了啊，这波我大意了，我闪一手好了，因为他有大，我用我扣上去他也有大，不好杀这人。我有闪，我没闪，我没有闪，我 Q 点烟他有大，我怎么杀他？我回去我也打不死他，他也有大招，就给我直接那大招就给我落死了。这他妈的还给了他俩人头，咋的呀？要越塔杀我，那你越吧。这也能死啊？哎呦我操！我真是有点生气了，这两个人给我整生气了。这人真的，这就是个傻子！哎呦我天哪，我让个傻子杀两回，实在是有点难受。大也不开，也不知道干啥呢，在这 AAA 的，我他妈应该就直接就开大就砍他，也不知道搁这干啥呢，晃晃悠悠的，真是个傻逼克高手，给我克了。他就不放大，你知道吗？他不放大，他好几回他都不放大，赶紧回家出个破败。来个智慧默印这把，再出个羊刀。露卢仙，给我来来来来来，把卢仙杀了！哎，对我，好抢啊，兄弟，这人头给我抢的呀！
R 他 W 他，你别往这儿 W 啊，我这咋上啊，这他又不开大，我算是看出来了，天使下波我直接越塔杀的，他可能没血，我们在这等他啊，这波在这等他，看他开不开大下一波。完了，这他妈的怎么扣小兵了呢？扣炮车了，杀个卢仙吧，咱也不是非得杀了天使，杀谁不一样呢？其实我觉得还是先扬刀吧，先扬刀，然后再智慧末音。还是这艾克好，我发现不管你有没有大，反正我有大，我就不害怕，你爱有大没有大无所谓，剑圣就不行，剑圣就一个扣，扣完就死，回不来了，就哎呦，你怎么不上了呢？你上啊，你给我扛塔，我不把露露杀了，算了，既然队友不上我们也不上，有人没中路，我看一眼几个人，不行，这打不了。现在我们应该要做的是什么？放个峡谷先锋，让峡谷先锋去中路，然后我们去打个蓝。回家高地要掉了，赶紧的。他们应该要打到峡谷来了吧，这峡谷先锋没人打呀，爱打不打，还打红，我给你狠的，你还跑过来打红，你可别把我给逮到了，我告诉你小伙子，打大龙，哇哦，这我得来了啊，这我得来了，轮到我们了，兄弟们，轮到我们上场了，
这不行啊，这也不能往上冲啊，羊刀没叠起来冲不了啊。算了，既然都没有人，俺们打大龙去吧。有他，哎呀，放大了，终于放大一回呀、啊，不容易啊，小伙子。这不追死他们？怎么半路杀出来个蜘蛛呢？我是真的菜，兄弟，别老这样，没有意思，一死了就菜菜菜，真是为了喷而喷有什么意思，老硬喷，你菜你得说出来哪菜，对不对？我问问你，你在这种被蜘蛛一完被露露变羊的情况下直接死了的情况下，你怎么能不死啊？你用我这个装备，你不菜你能不死？别呀，你也吹波扣了，脸探草丛不菜。那既然你能说出这句话来，那想必我们也没有要什么要勾留的意义。这没事，有点白，打不灵他一下。让我 A W A， 你说我那最后一刀是双刀砍出来的，我有什么好 A W A 的呢？哎呀，真的，拉倒吧，别勾留了，我们也无法勾留，算了。那永恩没大咋打呀？不行，我得来个水银，要不然这蜘蛛的控制太烦了。哎，好勾，找女警杀呀，不是找天使杀呀？1180，你要出水银鞋，其实他们家没啥控制，也就蜘蛛一个，一露露一个变羊，剩下控制基本上等于零。
我寻思蜘蛛也不能老异我，那有艾克异他不异，那艾克那么肥，你来个水银了这。解一个控制就行，我都不用水银鞋其实。而且其实我们剑圣基本上是不会被控的。我被控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一共就我们俩人，那蜘蛛不控我控谁？你说我把辅助一杀，就剩个蜘蛛的控能控得住我，那这蜘蛛不控我，你说他能控谁？那剑圣本来就不能这么先上，刚才是没办法，那对面打大龙了，我只能这么上了。你们去团去，我在下路带。我需要血手、水银鞋，三件装备。没啥资源可以吃。那打谁呢？你着啥急呢？你等那个兵线进来，你再打呀。那都杀到家了，还不回家呀？几个人？哎，这露露太烦了，这就他妈盯着我呢。那下路你不去吗？你盯点别人不行吗？这让我收割两波能死是不是？是不能死？你说你像个犊子似的，啊，就瞅着我。哎呀，我操了！我真是他妈给你点脸了！我就发现这个露露啊。拜拜，剪灯笼，这怎么有个蜘蛛呢？搞定，这 ADC 怎么跑了呢？来一枪啊，跑去狙人去了。哎，再来一下。哎呀，你不有火炮吗？你放啥意呀？你不有火炮呢吗？我估计应该打下来了，打得很快了，搁这里的吧。
远古龙三个 buff， 两个 buff， 打大龙吧，来吧。来打大龙，这回我有水银了，不怕了。哇，飞得远了，兄弟。哎，这远古龙谁家的呀？这远古龙为啥没有啊？他家是对面的，但对面怎么一个龙 buff 也没有啊？那破啥路了？挡一会儿吧，我先去打个红的。啊，没有红，没有红，那就高地待着吧，那就慢慢带吧。你把这 A 了，我升个18。这人为啥不走啊？这个人为什么不走呢？有点自信呢，这我们今天不把你给剁死，我操了。真烦人呐，真气人呐，真气人呐，哼。哎呀，这小犊子死没？没死还。大家千万不要学我啊，剑圣不要急，你知道吧？他没有教大招，我们就不上。天使没教大，露露不教大，我们就不上，我们就等着。我等着啥时候放大了啥时候放。这实在是就有点脑淤血了，大家不要学我这个样子啊，不要搞我的动。水银鞋，水银鞋不能解击飞，我出水银鞋有啥用？你说，那露露刚才是击飞，我没跟你说对面一共就俩控制技能吗？水银鞋能减的是什么东西？水银鞋，水银鞋解减速、嘲讽、恐惧、沉默、致盲、变形、禁锢，明白吗？减速他们家有吗？有，但是对于我没有用。嘲讽对面有吗？没有。恐惧有吗？没有。沉默有吗？没有。致盲有吗？没有。变形有吗？有，我能解。明白了吗？有禁锢吗？没有。
我出魔抗鞋，我出水银鞋干嘛？水银鞋不能解击飞，我解它干嘛？要它干嘛？蜘蛛禁锢，蜘蛛那叫眩晕。眩晕我的水银弯刀能解。给我杀。看着我来看看。哎呀我擦。这能没打赢兄弟们。我操了。没打赢我没想到啊。你打了吧，收了我能吗？我寻这边他们家放完技能，我这不收割无敌了吗？这怎么让人给杀了呢？大招55-60，行，你要看着鞋难受我就换一个行不行？你老看着鞋难受我就换一个，省着你看着难受。我那出血手提升大，非得让我出血，你是跟个精神病似的。我先把那血手出完，我再换血也行啊。你这不得有个优先级的吗？我血手没出完，我就开始亏钱。你看，纯精神病。打了吧，这把要能给我来个能加盾的人就好了。我不配吃鸡，你配吃粑粑。再上塔吧。哎呦，那这艾克怎么死的？一波了吧，我估计。是不是让人一波了？能扛着一波不？他要一波不了还行，我估计不能。艾克活了，没事。呀，兵线来了。那不行。哦，哎呀，我操了。